我来念歌咯。昔时闲云花露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天顶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火车行到伊就阿妈伊就丢，哎呦崩坑啦！礼拜日，阮乡里在新港的过年啦。泡一杯咖啡，喝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，小高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父母话。暖暖站门口，咱的故事叹万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咱们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听讲，足久足久以前，伫台湾中部山地大彦族庄头内底，有住一对生活过了真善切、真艰苦的翁仔某。翁号做乌达巴，某号做琼英啊。乌达巴真骨力，逐天拢去山内拍拉。毋过，伊某琼英啊，伫厝里煞毋肯好好啊接步。规天干那想东想西，想想一挂有诶无诶。琼英啊，常常家己细细念念讲：我一天干毋着爱一步，实在有够辛苦。足心神迄一挂好野人兜诶小姐，拢毋免一步就有水衫通穿。啊，那我爱到家己当时才有水衫通穿咧。琼英啊！咱第一族的查某人，上互人侮辱的本领，就是织布呢。你看，咱的亲朋好友、厝边隔壁，大家身躯顶穿的水衫，倒一领，毋是家己织的。有达啦，我知影，织布的手艺是咱祖先传落来的。问题是，要织一领衫，得要用足侪时间呢。你要叫我规天关踮厝里织布，我挡袂牢啦。人想要甲你做伙出门世界去啦，琼英啊，我是为着咱的生活，才逐天出门去山林拍啦，毋是出去游山玩水、世界佚佗呢。我知啦，我会当对你去拍啦，做你的助手啊，帮你倒找杯子，也是琼啊，无得靠，会当加拍一寡拉布回来呢。哎呦，琼英啊，拍啦无你想的遐简单呐、啊。我一天到晚伫咧山林走丛，有时爱爬关丘，有时爱落溪壳。运气若歹，有当时啊，规工拍无半只。你若缀我去，我都爱阁照顾你，颠倒阁较惨呢。啊，我唔管啦，反正哦，我无爱规工关伫厝，连一步都对啦。唉，好啦好啦，无你一天织一寡，只要会赴伫咧寒人以前织一寡布。做几领衫啊，通穿就好啦。哦，达啦，我就知你上听我。你哟、哦，好啦，我要出门去啊哈。较细个哦。就安尼，琼英啊，逐工盈盈，毋是摕伫眠床顶空思梦想，
就是伫厝外面乱乱踅，无正经咧直播。时间咧过真紧，一百年寒人已经到啊。晴英啊，天气真寒呢，你骹手爱较紧呢，赶紧织一寡布，做几领衫，寒人通好穿啊。晴英啊，人咱是咱是，伊甲乌达巴应讲，是啊，厝内面连一领较会看口的衫都无，对明仔开始，我应该要织一寡布来做衫咯。讲是安尼讲，毋过第二天，晴英啊坐伫织布机头前，织布三两个，伫家己店遐机器，伊嘴啊翘翘，面啊臭臭，咧念讲，到底爱织偌久才织得好一块布咧？啊，看啦，手拢磨甲破吧。到了尾仔嘛，乌达巴对山里转来，一个入门就开嘴问讲：“晴英啊，今仔日织偌济布啊？”“你看，我的手拢碰胖呢。”“哎呦，真是有影拢碰胖呢。”“晴英啊，你辛苦了，你今仔日一定织足济布吼。”“那有，加织一块布，手就痛脚无法多个织啦。”“什么？你才织一块布？安尼寒人免来付穿。”“乌达啦，你敢会使替你今日去拍着的蜡布，去甲人换一寡布转来啊？”“袂使织啦，寒人黏伊就到啊。山顶的动物会愈来愈少，即马无先留一寡起来，到了寒人若拍无啦，咱两个人可能会枵死呢。”“好啦，我明仔载搁较苦力织的啦。”过顿工，乌达巴伫砖头听人讲起一个消息：阿米达公主要嫁啊呢！真的哦，阿米达公主要嫁啊，真好真好！为着这摆婚礼，伊特别做一件足水足水的新衫呢，听讲比天顶的云彩搁较水呢。有影哦？是啊，听讲迄领衫有七种的色彩。世界上找无第二领衫，会当比公主这领搁较水呢。哦，阿美的公主穿起来一定足高尚诶，足想要紧看卖啊！迄领新衫是西做啥物款？乌达巴回去厝里，就讲予因某晴英啊知。晴英啊，阿美的公主要嫁人啊！听讲伊的新娘衫比天顶的云彩搁较水呢。敢有影？晴英的目睭做一个金起来，兴趣趣在问乌达巴：“是啊，我听庄头的人安尼讲的。那阵把迄领新娘衫予你穿，定着会真好看。”“公主的新娘衫，敢真是遐好看？”“晴英啊，其实只要你肯认真织布，嘛会当织好一领足水的衫啊。”“那有可能？遐尼水的衫？唔知得要用偌济布才做会出来嘞，这种衫可能简单公主才穿会起，像咱这种善家人，要哪有才调？”“晴英啊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只要你会当专心好好织布，总有一天你嘛会当穿到亲像公主遐水的衫就对啦。”“希望是安尼啦。”那天过去了，晴英同样不肯认真织布，乌达巴
顾不离将甲破衫穿咧，佮出门去拍啦。逐摆伊拢赶甲日日准。即一天，尾阿妈、乌达妈拍啦转来，经过庄头的时，听到庄里的人咧议论：“你有听人讲无？公主迄领七彩的水衫拍无去啊？”“哈？拍无去？哪会安尼？啊是当时拍无去的。”“讲是伫昨昏半暝啊，贼仔来偷兄去的。”“竟然有人遮好大胆，敢偷摕公主的物件？”“听讲公主早起起来，发现水衫拍无进去，好甲我伤心嘞。讲若无甲水衫找倒来，伊就无爱嫁啊。”“这死贼仔婆实在真可恶，非要甲掠出来不可。”“即阵头部已经派人一家一家去找，应该毋免偌久就会当掠到贼仔。”“安尼上好，若掠到吼，绝对袂当放伊煞。”哦，爸爸一回来到厝，就甲房间内琼英啊，休讲。琼英，琼英啊，你敢知影公主迄领水衫哦？琼英啊，听到乌达爸的声，就对房间内走出来。乌达爸一看到因某，目睭随剃个大大泪。琼英啊，啊你穿的这束衫有够水，有够水耶！当时啊，琼英啊，新穿一领水当当的衫，迄领衫有红色、橄榄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青蓝色、橘啊色，七种色彩，迄种水款的色滴，甲规间厝照甲照光起来。阿娘喂，这么水的衫，除了公主以外，阁有啥会有呢？琼英啊，花头喜面，伊甲乌达爸问讲：“乌达啦，你看我是毋是足水个咧？”琼英啊，那咧踅玲珑，那咧唱歌，正得意咧跳舞。乌达爸挡袂牢，大声甲问讲：“琼英啊，你偷摕公主个衫对无？”琼英啊，看乌达爸遐生气，顾不离三钟，照实讲。无唔对，这是公主的衫。你真是偷摕别人的物件。乌达爸气喘喘，手机琼英啊，安尼甲讲，想袂到琼英啊说讲，公主的衫遮尼多，无差这一领啦。你莫遐尼歹嘛。你唔是讲我穿起来会足好看诶？哎呦，你偷摕公主的衫，那互人查到。规庄头的人拢会耻笑你呢。乌达啦，你若莫讲，就无人知影啊。琼英啊，你敢知影公主为着这领衫，好甲我伤心呢？讲若是找无这领衫，伊就无爱嫁。头目即马已经派人一家一家咧找，确定啊，都会找来咱家啊。到时你若互抓到，头目一定袂放你煞的啦。琼英啊，和乌达爸讲个面一阵青一阵红，内心有淡薄啊见笑。你要安怎？你即马紧甲衫摕去寻公主啦。唔过，琼英啊实在是唔甘甲这么水的衫寻人。想弄我都袂当有水衫咧。琼英啊，我已经甲你讲几落摆啊。只要你逐天认真一步，一定会当做出一领水衫。你是安怎拢讲袂听？我都做袂到，我永远都做袂到。亲像遮尼水的七彩衫，我这世人永远都无可能做会出来啦。琼英啊，琼英啊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一个无人捌我的所在，穿一领七彩的水衫，逐天跳舞唱歌，过我想要过的日子。哈，琼英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袂当走啦！你紧甲水衫献予公主啦！这时阵，琼英啊，雄雄将乌达爸派伫身躯的蜡刀拔出来，刀拄伫家己的颔棍，
大声对乌达巴话讲：“你慢个过来，你哪个过来？我就是要你看。”庆英啊，你是咧创啥？你袂当约过来，那无我特别对我红军聊落去。你庆英啊，你唔通乌白来啦！庆英啊，话讲煞，就穿着迄领七彩的水衫，走对山入去。消失在夜色当中。庆英啊，庆英啊！庆英啊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行过的溪啊，往山顶尾流，不知已经多远啊！汹涌，天顶出现青白色的线啊，雷公变变叫，刷落来。雨就刷刷遐尼落袂停，雷公雨来了香港，庆英啊，行到滑倒伫涂骹。同这个时阵，头目派来的人也已经找来到乌达巴的厝，看到乌达巴一个人失神。坐伫涂骹，开嘴问讲：“我达啦，头目派阮来找公主的新衫，规庄头拢找过啊，敢若像恁家还袂找呢？”“哼，免找啊啦，庆英啊，伊人已经走啊啦。”“那安尼，公主的新衫真是失去哦，庆英啊偷摕去的。你紧讲，庆英啊即摆人伫倒位？”乌达巴手机对山的方向，这时阵远远的山顶出现一个身影，身穿彩色的衫，在细那光当中闪嘞。啊，是庆英啊！庆英啊！庆英啊！乌达巴发现庆英啊消失啦，伤心甲哪号哪话，庄头的人。听到乌达巴化休的声，拢赶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公主的新衫是被庆英啊偷掀去的啦！啊，原来是庆英啊偷掀去的。哎，这群人嘞，已经走入去美伫山林啦。庆英啊，我要来去找伊。来，咱大家嘛到乌达巴来倒找庆英啊。好，行。来。众人手举花柄，把乌达巴倒找庆英啊。不过，不管安怎找，大家拢找无庆英啊的影子。无偌久，天光啊，雨嘛停啊。这个时阵，天顶出现一条彩带，迄条彩带有红色、橄榄色、黄色。青色、蓝色、青蓝色、橘色，七种色彩搭做伙，真正有够水。恁看，迄个毋是公主的衫？迄一定是庆英那边的。大家，你一句，我一句在讲。乌达巴点点啊，在看迄庆，看庆英那边的彩色的庆。伊两公目屎共共流，庆英啊，庆英啊！这个时阵，日头出来啊，彩色的庆随走个无看影只，那亲像是惊见笑的形。对，迄个时阵开始，山内的人拢讲。庆英啊，定着真后悔伊家己做诶代志，惊日头照清楚伊诶形，会互人想起伊偷摕衫裤诶代志。所以日头一日出来，彩色诶庆随见笑甲眯起来。这就是台湾大原族原住民流传落来庆诶故事。也就是庆的由来。
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情》的故事，是由林丽丹原作、罗家树编剧，剧中的人物乌达玛、大家树演出，庆英啊、杨派玲演出，祖林、陈美云、苏应如、王团结演出，口碑夏玉华演出。